你哪一方面反应快？我觉得我也算是那个协调性的部分很好，就是那个就是有关于动作的反应。老师，好，太好柔了，不是啦，哎呦，我没有学过剑，我是说。因为我以前打篮球，我也看摔跤，然后我对身体的构造那个协调性都很好，尤其是所以我学他打篮球真的很棒，所以他打篮球就打打就被人家当球在拍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不是啊，所以我在学有关肢体的东西会比较快，比如说学跳街舞，或者说跳街舞，不是跳街舞，比如说跳讲啊，比如说跳舞，不是你是乱讲的，对啊，乱讲反应快吧？街舞是要有那个真功夫，但是像比如说一般的舞蹈那种协调律动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街舞你总要来一个，不要喘，你就不要喘成这样嘞。示范了什么？你每一次跳都有。刚刚到底是谁 cue 我跳舞的？那音乐来，你总要有几个动作让我们觉得你很行。对，还有厉害的时候，像比如说我学技巧性的东西，比如说我学，不是我们这样叫你跳舞叫打人，不是脾气不好哎。然后那个慢慢讲，慢慢讲，三颗小球那种练习的，我都很快就会。可以这样，小球，三小球，现在可以吗？三颗小球，现在有球吗？有啊有啊，那个有点太轻了吧？我觉得三颗小球都很厉害，很强哎。不像啊！你在讲三小球啊？不是，这不好抓。而且这个道具不是用在这边的。好好好，这个道具是要说在这边的。我可以用双节棍打到这个球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你精准的吗？先来两，怎么样？那个阿小打到肚子。打。怎么？有那个我要接不到是？接不太到啊。打到自己。好，那重点是打球啦。可以丢球了，哎呦，不是，不是，对不起啊，我想，因为这个我们比较不懂，对啊，我们要请教一下，就是说他是 P 档，他一直打到这里是正确的，对啊，因为起机啊，因为刚刚来的很临时，又有 Q 我跳街舞，又有说三颗小球，你 confused 的，所以其实我应该是完整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现在丢球给你，球丢过去，我弄好之后，好来，帮我弄好，哦，哦。还有一个是这样，好，等一下，等我，好，你丢，好，哦，往上的，往上的，哎，你是要测试到底是不是一般人也打得到，嗯，所以康哥来打看看，对，对啊，说不定你能打球就会，对不对？对，说不定你就会，但我要离远一点哦，有点危险。来啊，准备好了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么难，夹到夹打，其实蛮难的。这样表示这样打开，这样打开，准备好没有？好来，准备好了，好。不行，夹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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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预备，气。OK， 丢死你！厉害！我只是单纯想打你，夹柱子很难。好。好，算这个厉害，来看不出来，太累了，满身汗，他反应快，但是身体差，可以，我已经满头大汗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给我睡着就中了。我现在身体还在热，所以睡不着，还睡不着。